堕落天使莫甘娜号称峡谷套路终结者，是以控制为主的套路，在黑盾面前全都没有用。当然了，作为手游新上线的英雄，强度那自然也是很高的。相信看完这个视频，上分还是很轻松的。首先，莫甘娜是可以靠着对大型目标或者英雄造成伤害来回血的，对线不容易被消耗。一技能的距离是很远的，但是飞行速度比较慢，所以需要预判对面的走位。但是只要是定住了，控制肠道可以让对面睡上一觉，睡醒了时间也就差不多了。二技能是一个清兵神技，往兵堆里一放，自动清兵简直不要太爽。另外，只要对面的英雄或者大型小兵踩到，还可以减少二技能冷却时间，并且这个效果是可以叠加的，这就很恐怖了。不信你看，虽然三技能的盾能够去抵挡法术伤害，但是它提供的免控效果真的超强，五秒内只要护盾没破，什么控制都拿它没办法。机器人牛头还不哭晕在了厕所。但是用前要注意时机，这个盾不能解控，被控后再套盾就没有用了。大招千万别只当一个控制技能使，一段能减速对面加速自己，二段还有眩晕和高伤害，只要不被秒，伤害还是很不错的。必要时也可以带个金身闪现到人堆中开团，最少也能够打乱对面的阵型，创造出输出的机会。莫甘娜能打的位置很多，中单打野草丛内有没有敌人？装备的选择方面比较多，一开始可以用这两套，这套中单用，利用二技能能多段触发冰钻和面具的效果，减速伤害全都有。最后三件可以出宝珠、大帽、法穿棒，伤害更高，还是挺好用的。辅助用这套，这一套里虽然时光被削弱了，但是我们又不顶在前面，所以问题不大。面具冰杖提供伤害，剩下两件可以看对面局势来出，半肉法强都可以。看完这些，相信对莫甘娜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，还不赶紧上个大分呀！